台南关田国小有一场特别的谢师宴，学生用自己种的菜亲手为老师煮一顿晚餐，从搬土、播种、照顾、收成到煮菜，对食物与土地的理解在心里生了根。在高雄码头山东侧计划新建乙级废弃物掩埋场，选址引发争议，居民、厂商针对地下水与地质状况各提出了不同的科学论述，棘手的废弃物处理问题该如何解决？我每天我的家，我一早上起床就是看着码头山，我家正面就是码头山。那条山叫做码头山，它是宝贝啊。以前码头山那个码头已经被那个公路局给挖走了，那个根本就没有码头了。哪有码头？码头已经被破坏了。其实，废弃物大家都不要了，但是废弃物大家都在产生。台南是好山好水呢，大家拢惊蛇药来毒啊，何况这种是无看到的毒哦。我们不要把我们目前先进高标准的掩埋场和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垃圾的场混为一谈。因来替咱家建设是真好的电影的环境，咱应该是爱支持。因为我们最近要面临环评大会，环评大会他就决定了要不要通过，还是不通过。在高雄旗山内门田寮山区的交界处，有一座独立山头，因壮似骏马而被称为马头山。不过，2015年6月。在码头山的东侧有 28.7 公顷的山谷被废弃物处理业者申请开发为乙级废弃物掩埋场。由于这个案子即将进入环评大会，掩埋场厂商和反对设厂的自救会纷纷加速游说脚步，希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的废弃物清理法第32条上面已经规定，工业区、科学园区就是要设废弃物处理设施，区位不对，后续大家要怎么去共同努力啊？不是我们台湾的技术不够好，是我们台湾人现在的道德良知不够。6月25日，反码头山掩埋场自救会的成员，在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的协助下，到台南市举办环保团体的讨论会。我们主要是想让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知道这一件事情，那也能够给我们多方面的建议跟帮助。今天是老师鼓励我们出来讲关于就说我们父军要在我们那边设置掩埋场的问题，然后他老师希望说我们能够把我们知道的东西以第一线居民跟大家讲。第一线的情况住在码头山区的居民最了解，75岁的薛梅从小就在这里生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山村。现在就住在瓜孙子啦，乌孙子啦，乌来吃。这是什么孙子啊？这荷叶啊，荷叶啊，还有一种那大瓜孙子，哦，佫好吃甜，佫油。薛梅手持窄铁铲，轻轻敲打着枯叶，四处寻找竹笋的踪影。不到半小时就采集到足以供应全家食用两三天的分量。较有水气，有水气啊！迄个水气足有啊！伊个笋啊吼，足个发啊，发起足油。这是啥物时阵会发嘞？规冬无啥休困啦，都安尼担积担积啊！啊，迄边乌一个井遐，都有时阵会浮水起来。这座三合院是80多年的老房子，是薛梅的家。屋舍后方的凹地，一整片全是掩埋场的预定地。申请业者富俊公司为了准备开发的相关作业，在2012年开始进入山林进行调查。我们富俊以及废弃物处理机构这一次的一个开发案呢，我们总共面积大概是28.7公顷，那整个经费的话大概是数十亿左右。那以年限来，以容量来讲，我们大概是
如果纯粹废弃物大概是470万立方左右。那如果未来在营运呢，依实际的一个市场的浮动，还有政策的一个变化，我们预计大概使用年限会在10年到20年左右。富俊公司资本额5000万，是2011年11月成立的年轻公司。为了投资营运掩埋场，跟业界著名的可宁卫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双方调查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要确认厂区内到底有没有地下水脉。我们在101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去钻了15口的地质钻探井，有一孔，是有地下水的，那我们就做长期的观测，也从这个观测的一个内容里面，能够了解这里面地下水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这口井是 BH 9号井，也是宋伦国口中有地下水的监测井，深度20公尺，直径1英寸。监测到现在，每个星期三都固定有人来量水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进去呢，我们就直接去抽水，我们抽了6吨的水，我们抽了6吨的水出来呢，我们后来观察了2个月，都发现它的水回升的很慢，而且呢，它到最后的30公分是没有办法回升到那个原来的位置，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地方的地下水它是丰沛的话，它是很快的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水位。那在这口井很显然的，它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水位，和原来的水位差了30公分。身为留美的环境工程博士宋伦国强烈认为，水位没有回升到第一次测量的高点，证明地下水的补助薄弱。再加上现场抽水的水质，看到的是泥岩成分远多于砂岩，这正是掩埋场预定地底下不透水的证据。这批我们取上来已经摆超过20分钟了，好，如果要沉了，它老就它慢慢的就沉，你就可以看到一个界面。那基本上你是很难看到的，因为里面就是泥沙，有没有，有，在底部有黑黑的薄薄的一层。除此之外，富俊公司也向经济部以及自来水公司确认，掩埋场区域并不属于阿公店水库或高平溪自来水水质水量保护区的范围。我们在敏感区位的一个调查行稳查询，在104年的4月，自来水公司地区区管理处也明确的回复给我们了，这个部分就是非属在高平溪自来水质水量保护区的范围内，我们是属于这个二仁溪的一个水系。那主要的水系二仁溪是从这个内门的这个木栅去做发源，那我们的承受水体是下坎野溪。可是反码头山掩埋场自救会却还是忧心忡忡，因为当地人的生活经验是，在还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农家都是在山脚下一处涌泉取水过生活，人们还帮这池水取了一个马槽或马斗的名字。我叫做一马斗，啊，这样我拢讲这样，又讲这样，啊，这个是马溪，又啊，这是马斗，这大马咧食水的。这个井啊，是阮细汉的时阵就存在啊。阮这个附近这厝边哦，120户的人，冬天无水的时阵就是来遐打水。啊，迄个时阵吼，水骨啊较细窟，就会当看到迄水池啊闷泉出来，滴闷的情形吼。其次，为了提出科学证据，自救会也在掩埋场周边挖了12口井进行监测。陈教华老师叫我们每天量，因为他要数据。我们持续量了大概1年左右。后来从2次环评会议之后，我就跟老师讲，老师能不能1个礼拜量一次？因为厂商他每个礼拜三去进去厂去量，那我变成我跟他去一起去量，然后再量我们的水井。这工作非常的辛苦，怎么辛苦呢？尤其夏天，你从7点我量。到下面量，到上来就下去量，大概要到量到中午1点半。花了1年时间，自救会跟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共同完成一份等水位线图，并以此说明马头山地下水如果受到污染，可能也会波及高平溪。由自救会12口井，再配合附近的厂区内的，也是大概10几口井。的水位的资料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地下水呢是可以由这个等水位线图的这个呈现呢，它是会往东南，也就是由马头山这边呢，会往高平溪
自来水保护区这边来流。这十二口井，当然我们最主要是要证实说它地下有地下水，好，然后它的水是怎么跑的，好，水，因为那个台大的陈文山教授也讲过一句，讲过这个这边的井角是往东南，啊，如果水是这样，水位是往那边跑的话，那变成会污染整个高屏溪，会影响整个大高雄的民生用水。科学数字会说话，可是落差却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地下水的有无多寡取决于盐体的特性，泥盐渗水性差，砂盐渗水性佳。要确认马头山地下水的分布与量体，必须先对当地整体地质有所了解。那这边呢，你会发现说这边的砂岩呢，比如说像这边厚度大概可能一米左右，但是接下来可能又尖夹了一些泥岩，在过去还是有夹一些砂岩。台湾西南部的古亭坑层由一座座裸露山脊组成，这里寸草不生，山壁陡峭，泥岩层厚度可以高达上千公尺厚，也被称为月世界或二地地形。马头山就是在这个古亭坑层的范围内。不过马头山很特别，它是泥岩地质中的一大块完整砂岩，属于砂岩透镜体，因此马头山一带的地质表现可以同时看到砂岩和泥岩的组成。就我们基地及其周边里面有涉及到这个砂岩的分布，大概有八个部分。从这个最算是最西边的话，就是以马头山为主，它是一个比较大块的一个砂岩。因较早人生活伫遮，吼，啊，遮无自来水，无啥物水，所以爱找水，吼，爱有水才有法度生活，有法度灌溉，有法度种物件嘛，吼，啊，所以因就是经验，就是讲啊，这所在就是有水，啊，有水，所以因会当发展水，所以就是讲哦，原来这个物件，这石山这所在，就是介一水的所在。石山，那咱今天名字就是砂岩啦。在掩埋场预定地内，很明显可以看到泥岩。这些泥岩有些位于山沟中，饱含水分，颜色较深；有些因为风化或植物根系的影响，进而土壤化。同时，在地质技师的带领下，也能轻易在边坡找到砂岩。砂岩大多呈现片状或块状，部分砂岩还缓缓持续渗出水分。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水的部分，基本上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在土岩界面，就是表土层经过下雨，然后渗入到这个土体里面，还没有进入到，没有办法进入到泥岩底下，因为它渗透性比较差。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相对来讲砂岩还是比泥岩透水性比较好，所以它仍然都有机会会储存这个水。那比如说它出露在地表的部分，比如像马头山，当然一降雨它还是有机会可以渗入它里面。那有些泥岩呢是完全在这个地表以下，啊，那它如果有水的话，很有可能是地质古早年代所沉积累积的水。马头山特殊的地质是最佳的地球科学解说教材，可是，在进入掩埋场设置与否的公共讨论时，却使得正反双方再度陷入各说各话的困境。主要的是因为啊，这里主要是泥岩，所以啊，这水在带上来的时候，都是那些泥啊，泥是非常细微的，所以对于它的量大的时候啊，它的浊度就很高，所以你看就是非常浑浊。因为泥岩是相对不透水的，如果跟其他地质比较的话，相对它是比较适合设掩埋场。啊，其实现在泥岩是足特殊的，就像讲沙漠内底一块有一块绿洲安尼，那你不能用这样来看待它，好，哦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殊，一切水、砂岩跟水跟那个泥岩，它是不是一般的这些东西，所以这里渗水性是蛮好的。那当然没有办法说一定从岩性就会判断说它一定是否适合，但是就整个大范围来看的话，泥岩地区似乎是比较，因为透水性相对比较差嘛。当然你说它要设置掩埋场，是不是就这样的一个条件适不适合？当然是相对好像是比较高一点。并不是所有居民都反对业者设置掩埋场。旗山内门田寮三区共49个里。其中23个里的里长共同组成了一个马头山废弃物掩埋场监督委员会。我们监督委员会是在104年的6月份成立，
结合了我们23个里哈里有田寮、旗山、内门区三个区，然后23个里长。里长们强调，只要是合法对地方有利，他们就支持。也因此，他们在2016年带了2000多位里民到可宁卫公司实际参观。一开始，布局公司就协调去问市政府环保局要怎么办理，才能合乎整个程序。好，早上去观摩可宁卫，他下一场到那个文化炉，好，那个本州冈山文化炉去看整个流程，到底以后他要怎么归这些没有再利用的东西要怎么处理？环保局让我们看到他送我们礼物都用签的，因为很多人防止雨水的入渗，那我的雨水可以回收。可宁卫是富军公司的技术合作伙伴，如果未来马头山掩埋场申请案通过，可宁卫的操作模式也将在马头山下出现。可宁卫在冈山地区已经营运18年了。那在我们厂区有处理厂和掩埋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掩埋厂，它这个掩埋厂它是已经营运3年多了，营运三年多。那我们最主要这个掩埋一般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厂呢，我们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我们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一个管理的技术。我们的底部呢是采取一个复合层的主水层，还有一个蒸漏层，所以今天如果一旦有渗漏发生的话，它在初期就会被侦测到，这时候呢我们马上会封闭那个小区域，然后呢做修复。这一大块区域全长8.8公顷，扣掉30%保留绿地，实际掩埋范围大约5公顷。业者透过分区掩埋的方式，以达到降低臭味、扬尘和渗水的目标。我们划分成掩埋区跟非掩埋区，那不是掩埋区的地方，我们会用不透水布去做一个覆盖。哦，那掩埋区，透过这一个这个不透水布的覆盖哈，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我们要去收集雨水。哦，那当然也可以去抑制扬尘跟防止臭味的一个逸散问题。我们可以把整个的掩埋区域缩到最小。哦，那这样整个整体因为雨水所产生的一个渗出水，它的水量也会最低。没有铺上不透水布的露天区域是掩埋区，占掩埋场的1/4到1/8。等到掩埋区完成一定掩埋量，就会覆盖不透水布，再换一区继续掩埋。这可以缩小作业范围，降低污染。我想富郡这边找我们做这个所谓技术合作，无非也是看到我们对掩埋场的一个比较严谨的管理。进到我们的掩埋区里面呢，我们掩埋的位置都还会在做这个掩埋位置的定位坐标的测量。哦，那这个是给我的客户，包含我们自己管理者，都可以知道我废弃物埋在哪里。伊会当予咱坐即三四乡镇的区域的人吼，有一个正面的观点。哦，这就是掩埋场哦。哦，啊，才做个正好，伊的水准甚至到嘛会当带动足济，予咱台湾省足济人入来咱遮观光的。可宁卫的表现在业界颇有好评，员工们也私下表示，可以在这样的企业服务是让人骄傲的事。不过，反码头山掩埋场自救会的发言人龚文雄强调，业者的营运管理和掩埋场的选址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垃圾场的这个政策啦，因为有工业就有工业废弃物嘛，而且听说可宁卫在这个技术上也是蛮先进的啦，我们也不用去一直怀疑他们这个。但是问题是，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重点是这个地方选址，这个地方根本不适合做掩埋场。夕阳缓缓在西边落下，码头山的山棱线形成剪影，山脚下的薛梅家一如往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薛梅的女儿黄慧敏跟母亲一样，从小在码头山活动，对一草一木非常熟悉，是自救会环境调查工作的主力。
一开始，黄慧敏是跑山区找砂岩鹿头，现在他正积极搜集野生动物资料，甚至也架设了远红外线摄影机，拍下许多珍贵镜头。这个开发案哈，就刚好几年在我们家一线之隔。那我们长期在这个地方生长的，就是泉水非常的丰沛啊，连续有好几个皮塘，常常可以发现得到，就是旁边就是有梅花鹿在这里活动，啊，梅花鹿就在这里活动。那后山就会有穿山甲下来这边散步溜达。黄慧敏拍到了穿山甲妈妈背着宝宝，水鹿在进食，两只白鼻星在觅食，石蟹獴在溪沟中探头探脑，梅花鹿在陡坡边瞪大眼睛和它对望。这些画面一出现，给黄慧敏很大的鼓励。看成果的时候，我是用惊叫的，是拍桌惊叫的，因为我很难想象我这么幸运我还可以看得到他们。我们看的时候那种讶异呀，原来我们这里是这么的适合他们栖息，然后生存在这里，哎呀，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啊。水鹿、穿山甲、石蟹獴都是二级保育类动物，属于珍贵稀有的野生动物。黄慧敏没有想到，设置掩埋场的争议促使他深入调查马头山，以全新的视野认识自己的家乡。后面这个地方呢，就是有比较像湿地一样，常常会有白螃蟹啊。我小时候都说它是北毛黑，只是长大之后才知道它叫做后缘泽蟹，就只有在南溪或内蒙地区比较有的特有种。后缘泽蟹在食物链中，它就是石蟹獴很重要的食物。那其实泽蟹它就是在这些我们看到的有一些临时的或者是小的一些从二地或跟砂岩中间交界出来的小的泉水的区域啊，这些又不会变成是一条潺潺的泉水，而是在地面有一片潮湿的小小的湿地下面林荫下面，然后后缘泽蟹都住在这样的一个栖地，所以它的栖地是相当的小，然后相当的破碎，而且相当的不稳定。我们说其实它即使不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但是它却是一个脆弱的敏感地。对此，富俊公司表示，他们理解野生动物与栖地的关系，因此他们愿意以影响最小的方式来整地开发。所以我们采用的是比较阶段性的一个施工，而不是一次大型的一个完整的开发。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基地范围，我们留设有大概 10.56 公顷左右，大概是基地面积 36%， 作为我们的不可开发区跟保育区。哦，那未来在我们的整个正式营运，我们也在适当的位置，大概每隔100公尺，我们就会做这个生态水池，因为水源对生物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要跨领域的整合，或是跨领域的考虑，然后找到第三公正的单位，然后呢跨过积水区，跨过行政区域，而去整个有一个流域的想法去做，从上游到下游，然后就可以知道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一个河川的起源地出水的地方，然后呢去设置一个不同属性的一个事业废弃物这样子。针对马头山掩埋场申请开发一案，高雄市环保局已经分别在2016年7月4日、2017年3月9日召开过两次环评初审，预计再过不久就要召开环评大会。其实他这个案件是104年的6月，好，来向环保局来申请，环境影响评估了哈。那目前为止，我们也经过了有两次环评的初审，那最新的一个进度是初审的结论是把这整个案件送到我们的环评大会再来做一个审查。国内事业废弃物无处可去，高雄市民营掩埋场收受量是全国的80%。富俊公司以容量陆续饱和为由申请开发掩埋场，环保署也表示，目前国内的事业废弃物的确是处于饱和边缘。
那目前掩埋场呢，大概民营的有六家哈，那其中两家呢，它只是收自己场内的废弃物，也就是说它对外可以收受的它只有四家，其他的两家呢，它的那个掩埋场呢，大概在两年会陆续会饱和，所以它的量能呢，就这个目前我们掩埋场的是比较有缺乏。可是选址问题一直是争议焦点，社区对立，厂商与居民对立，人民不相信政府，科学数字也无法支撑对话。我对政府已经很没信心了，他对这些老百姓真的都没在顾到这些老百姓。我们整栋出来也只有一两百个而已，所以说就是一定是注定偏乡的悲哀啦，这是实在话。我们从永阳案，然后龙崎欧兴案跟码头山这个案子，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这边人少，然后抗争的声音少，所以业，然后像他土地很便宜，所以业者当然他就很便宜嘛，他当然就跑来选择了。从2015年5月8日富俊公司开的第一场说明会算起，到现在为止，自救会已经参与过51场。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和陈情抗议。不害怕是骗人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我害怕我就来退缩，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去克服我们自己心里头的害怕，那继续往前走。各位乡亲大家好，高雄市政府说我们旗山内门好山好水好空气，是高雄的后花园。我们面临的是乡亲们得癌症的人数急速的增加。最近自救会的宣传车又开始出动，要号召更多人站出来。码头山脚下的马云公旁是掩埋场预定地，现在唯一的出入口。居民在这里搭棚架、绑布条、埋锅造饭，聚集人气也表示抗议。在那边住下。住民。住民家。我的菜米，我的菜米，亲爱姐姐的。这两年，码头山开始改变了，人看待环境的心态有更多的呵护。现在的村民只要有任何发现，都会主动通报。因为阮这离码头山都500公尺啦，啊，阮这常常看到这石狮门吼，大盆款拢伫大只，拢差只5斤、4斤、5斤左右啊。啊，甚至这个囝，我是算头一遍看，啊，搁毋看到这个囝。啊，今仔发觉这个囝呢，感觉那像又损失了一个幼苗的生长机会了。嗯，在地的村民啊，就是聚落四处聚落的村民，他们都会跟我们一起，就是参与实际保护，就是这个保育类动物的行动。只要有发现特殊物种，就赶快通报我们来做详细的记录。当然，也有一些是不变的，立场不变，对立也不变。我们经营的是掩埋卫生掩埋场，我们不是经营垃圾场。你刻板印象看到那个报道，我们从来不是那样子，我们以前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会是。就是说生物之间的息息相关啊，就是说他们彼此是一个就是互相依赖的，就好像我们人一样，一直依赖的，互相依存的存在这个地方。因为阿伯啊，伊在码头山吼，我咧感觉起来吼，人咧讲鸟不生蛋啦，伊应该就爱找一个适当的所在去设别位啦，唔是当家啦。码头山掩埋场的是非何时能尘埃落定，没有人知道。无论开发案是否过关，国内事业废弃物最终处理的隐忧依然无法解决。这些废弃物制造的风风雨雨难以停止，因为人类的欲望没有终点。